生肖狗，生肖属狗的人在今年会有好运出现。11月17号开始，财神贵人喜登门，发横财中大奖，接钱手软。生肖狗命理之中有后土加身，后土催财，让生肖狗有横财之运加身，给全家人带来富贵荣华的好日子。生肖虎，生肖属虎的人熬过11月份苦尽甘来，运势如虹。11月17号开始运势牛气冲天，即发横财又中大奖，福运亨通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都顺风顺水，财富如云，喜事接二连三，注定势不可挡。手持聚宝盆，黄金遍地，日后必成大器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人11月为大利之月，喜事连连。11月17号开始是肖牛人吉星高照的日子，运势的肖牛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被各种吉运笼罩，日出遇见贵人，日落能得家财，时时都是吉祥之兆，天天都能发一笔财。